出来，我这有三个杯子，大家注意，我把这三个球一二三依次摆在桌上，然后大家注意了啊，我从下边拿杯子，一个两个三个，我拿起来中间一个球放在中间这个杯子上，这两个杯子一次盖起来，我叫一二三下去，这个球就下去了。大家注意，我把第一个杯子盖起来，把第二个杯子，把第一个球盖起来，这下边有一个球了，拿住第二个球放在这儿，这两个分别盖上，一二三下去，就两个球。我把这两个球注意再盖起来，拿住第三个球往这儿一放，一二三下去，大家发现三个球全回来了，这个就叫三仙归洞。我给大家简单的先揭下秘，其实是四个球，就是相当于你们刚才搓的纸巾，四个小纸巾搓成四个小球。大家把小球制作好了吗？小球都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做好了。做好了。拿三个小球放到第一个杯子。做好了。另外一个小球放到第二个杯子里面。大家注意，我换换杯子，大家就看清楚了。你看，我第一个杯子里面放三个小球，对，第二个杯子里面放一个小球。好，三个小球的杯子放到有一个小球的杯子上面，然后没有球的杯子放在最下面，在最下面。对，好，我们表演的时候就这样，拿着三个杯子，我们往桌上一倒，说我这有三个球，把这三个球倒出来。对，做得非常好，你看，一二三，做好了。大家注意，同学们注意了，我们从下边拿，从下边拿，第一个盖起来，这里边因为没有球，你看我把第一个盖到桌子上，对，不能盖到球，盖到球的后面，对对对。第二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球啊？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球？对。好，拿第二个盖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能让这个球掉出来，不然的话别人就发现了。你看我第二个杯子也盖起来，同学们盖起来。其实啊，现在你可以打开看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球啊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有一个球。然后把第三个杯子没球放在这儿。好，现在我们拿中间这个球，拿中间这个球放在中间这个杯子上面。好，我们把这两个杯子一次盖起来。对，我们说一二三下去，你看把这个杯子一起拿下来，是不是下面就有一个球啊？对对对，同学们做得非常好。把杯子口朝上拿着，杯子口朝上，对，然后再从下边，下边这个杯子是没有球的，拿下边这个杯子，下边这个，对，不要盖球，放到边上。对，这中间那个杯子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球啊？看一下，对，就有一个球，用中间这个杯子盖住这第一个球，你看，盖住。对，把这个空的，这个没球又放在这儿。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下，中间这底下是不是两个球啊？
是吧？对，就两个球。然后我们拿住右边这一个球，放在中间这个杯子上。我都试试。好，把这两个杯子再盖起来。我们说一二三下去，把杯子全部拿起来，是不是两个球了？是不是？对，两个球了。同学们注意，最后把杯子口朝上，把杯子口朝上拿着。对，我们还拿最后下面的杯子，它里边没有球，还盖在边上。对，中间这个杯子是不是有一个球啊？你看，对，把这两个球盖起来，空杯子盖在这儿。这下面是不是就三个球了？打开看一下，对，就三个球了。然后我们拿住第三个球，放在这个杯子上，中间这个杯子上。我们依次盖起来，我们说一二三下去，对，这样全部拿起来，别人以为啊，这三个球就真的下来了，因为我们中间这个杯子永远是藏着一个球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老师，你可以再弄一下吗？我刚才去拿杯子，再弄一遍好不好？这个都有兴趣了，这个比较容易。好，现在大家。